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我现在在安卓二手批发市场帮一个粉丝大哥找一台三星折叠屏啊。这台是三星的折叠屏 W2020 款的星系天下，国行12+512G 的，支持联通、电信 5G、移动 4G、成色亮机95星以上啊，轻微二手水痕剂，这成色算是比较好的。荷兰的张先生订的，感谢支持。他说平时就用来看新闻看电视的，大哥真的很奢侈啊。市场拿这台是6200啊，成色好一点的还贵几百，成色差一点的便宜几百。这一台还带全员的配件。这台是华为的 P40 Pro 8+256G 的冰霜银 5G 版本，这台是99星的，没有磕碰也没有划痕。这是四川的施先生订的，感谢支持。他也是第二次拿了，这台是帮他同事拿的。市场拿现在是4350，还是比较稳定的，因为芯片的影响啊。他说要拿回去升级鸿蒙系统，看一下好不好用。漂亮。这台是苹果8+ 64G 的，日版三网通直接插卡用的黑色，这台是亮机成色啊。这位置有一点点小掉漆的啊，这位置也有一点点，整体成色还行，背面屏幕都没有划痕。这是深圳同城的廖先生订的，感谢支持。他也是关注我比较久了，比较爽快，直接就叫我帮他挑选一台了。他说拿回去公司测试用的啊、哦。市场拿这台是1550啊，8P 实用还是不错的，价格也不贵。这台是苹果 X S26 的，美版三网通直接插卡用的金色，这中框有一点点小瑕疵，其他地方还可以啊、哦。这台市场属于亮机成色，安徽省的黄先生订的，感谢支持。他是拿了几台的旧手机给我置换的、哦、他拿一台黑色，一台金色，他要求电池90以上，外观9000新左右，但是市场9000新的磕磕碰碰又有划痕，所以我还是在亮机里面帮他挑了两台啊、哦。这一台拿是2300啊、哦，也是感谢他的信任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。